昨晚方晶石爆炸，虚空之力暴涨。卡卡，我们无法再次封印你体内的虚空之力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身上是虚空之力，属于不祥之力。卡卡的情况非常危险，他现在每使用一次，就会让虚空之力增长一分。如果不及时压制，卡卡将沦为虚空中的傀儡。永夜这个世界的最终归属。卡卡，我想学习驾驭虚空之力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力量。但你必须保护好你自己。没想到那小子居然是破解封印的关键。抓紧我，这是虚空之力。